好，欢迎收看8月13号的大新店地方新闻，我是张芳琪，马上带来掌握今天的新闻重点。新北市长侯友宜化身一日厨师，鼓励青年朋友在等待入伍前学习第二专长。现在国小学童上传统市场采买，摊贩很热情的解说，让大家增长了不少尝试。自己动手处理食材，烹煮午餐，新和国小的小朋友都觉得自己做的餐点特别美味。新北市观光旅游局与旅游业者合作，举办新北登山旅游节，推出九条精选行程。今天的健康1.0单元，要带观众朋友们一起认识骨质疏松症。为了鼓励青年朋友在等待入伍当兵前多多学习专业课程，培养第二专长，新北市长侯友宜化身为一日厨师，与劳工局局长陈瑞佳以及民政局局长柯庆忠来了一场大 PK， 而在执训一男的协助之下，料理出美味的糖醋里鸡肉。戴上了厨师高帽子，新北市长侯友宜带领着劳工局长陈瑞佳以及民政局长柯庆忠来到了新店庄敬高职，三人化身为一日厨师，搭配中餐烹调职训青年专班的学员，挑战糖醋里鸡肉。从切肉、炒配料、里鸡肉过油，一道道的程序完全不马虎。对于自己完成的料理，市长侯友宜可是满意的不得了，更在最后的学员们盲选中夺下型男大主厨的宝座。很赞的，因为只有三个人，既然我可以拿冠军，超开心的。市长侯友宜表示，自己能够煮出好吃的糖醋里脊，关键还是在职训一男的协助下，让他能够快速上手。而他也鼓励年轻人在职涯发展上要提早做准备，利用入伍前的空档学习第二专长。教得好，做得好，表示他来三个礼拜，他的第二专长也学得有模有样，所以在这里鼓励我们年轻的朋友，等待疫情的时候也可以来学第二个专长，我们大家一起来，我们的劳工局、民政局会来帮助大家找到你最适当的第二专长。参训的职训一男赖雨婷表示，自己毕业于民传大学生物科技学系，因为对餐饮有兴趣，在等待入伍前想做不同的学习，虽然才来了三个礼拜，但收获丰富，也期待自己未来在工作上有不同的尝试。因为我本身就对餐饮业有兴趣，然后刚好新北市政府有这个机会，就是开免费的职能训练班，然后我就想说可以来这边学。新北市政府表示，疫前职能教育训练让役男在等待入营前有机会学习专业课程，培养一技之长，增加职场竞争力，每年都会规划近200个班别的课程，欢迎青年朋友踊跃报名参加，详细的职训课程可以上新北劳动云职训补给站网页查询。记者杨邦友、赵芳琪新店采访报道。新和国小暑期娱乐营13号上午安排小朋友上传统市场采买午餐食材，由于有些小朋友没有到过传统市场，所以各式各样的蔬果、肉品还有满满的人潮，让大家觉得很有趣，特别是摊贩详细的解说，更是让大家上了宝贵的一课。到传统市场买菜不只是家长的日常，由新和国小与家长会共同举办的暑期娱乐营活动，就特别安排小朋友到中和区的锦兴市场挑战社区寻宝任务。这天小朋友要来寻什么宝呢？原来是为了午餐雪花猪肉亲子冻饭来采买洋葱还有花椰菜。由于有些小朋友从没到过传统市场，所以对于市场贩售的商品相当好奇，而摊贩也十分热情帮忙讲解。逛着逛着发现目标洋葱，老板不仅跟大家介绍洋葱的产地，还教了如何挑选，让学童上了宝贵的一课。就是如果头上面软软的，就是里面坏掉了。多看看西小桥琳琅满目的蔬菜肉品，生活日常用品让大家逛得眼花缭乱。有小朋友觉得人潮很多很有趣，有人觉得大热天汗流浃背实在好累人。因为这里有很多东西比其他的新鲜超市有还要多，还来得便宜吗？对，不好玩。为什么？走来走去好累哦，不喜欢。为什么不喜欢？因为很热啊。新和国小家长会会长徐秀玉表示，现在的孩子鲜少有机会跟着爸妈一起到传统市场买东西，因此希望透过这次的活动，让孩子们体验传统市场与超市的不同之处，也感受一下家长买菜的辛苦。现在的孩子其实很少去有机会到传统市场去采买，然后呢可能有的时候他们会去过超市，所以我们会希望说让他们了解一下传统市场跟一般的超市有什么不一样，
好，然后去体验一下在传统市场里面买菜的乐趣。最后，小朋友们终于完成任务，成功买到了洋葱还有花椰菜。这趟传统市场寻宝记让孩子们有了不同的采买经验，收获满满。记者陈明哲门奇新店采访报道。上传统市场采买完食材之后，重头戏要登场喽，那就是小朋友要自己煮午餐。这天的菜色是雪花猪肉亲子丼饭，小朋友们分工合作处理好食材，并且进行烹调，大家都觉得自己动手做的餐点特别的好吃。小朋友们忙着将花椰菜外表较老的蔬果皮削掉，动作仔细又认真，另一头则有人负责切洋葱，在老师指导下一刀一刀慢慢来，大家轮流体验当个大厨的感觉。由仙和国小与家长会共同举办的暑期娱乐营，强调让学童自己动手做，因此午餐也要由小朋友们分工合作完成。材料处理好之后，在锅内放入油，然后加入洋葱炒熟炒软，再放入酱油水，顿时香气四溢。最后放入主角雪花猪肉片煮熟，午餐雪花猪肉亲子丼饭即将大功告成。因为可以自己煮午餐，所以很好玩。你刚有帮忙做什么？切洋葱。我昨天就跟他们说，你们今天的午餐应该是最好吃的，因为是你们自己亲手做出来的。小朋友说，过去都是等着妈妈煮饭，现在有机会自己试试看，从采买、清洗、处理材料到下锅烹煮，才觉得煮饭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因为平常我们都是在旁边等妈妈，可是妈妈就自己一个人在厨房，有时候会去帮忙。所以今天自己煮饭之后啊，觉得妈妈这样很辛苦。新和国小校长方文怡表示，从8月12号起，为期两周的暑期娱乐营活动，安排了一系列精彩的课程内容，希望让小朋友的暑假生活更加丰富。我们的娱乐营课程里面，其实安排的是很多元。那多元主要让学生孩子们，就是说让他的生活经验更丰富，在平常的那个课堂上呢，学不到的，在这个暑期夏令营可以充实到自己的，不管在那个身体啦，那个像有体能课啦，在知识性的啦，在生活性的啦，才艺性的都有。雪花猪肉片完成之后，小朋友们排队盛饭，然后在白饭上舀入了满满的好料，大家都迫不及待的想要好好品尝一番。果然自己煮的午餐吃起来特别的美味，大家一口接一口，停不了嘴。好好吃，肉很嫩，很好吃，超级好吃。自己煮的感觉就特别好吃哎，我自己觉得很好吃。从上传统市场买菜到自己动手完成午餐，这个难得的初体验，相信对每个小朋友来说都是难忘的回忆。记者陈平陈门奇新店采访报道。新北市观光旅游局举办新北登山旅游节，推出了9条精选游程，包括热门的淡蓝古道北路，还有刚完成的淡蓝古道中路，以及横跨了新北、桃园两个县市的行程。从8月14号下午2点起开放报名，欢迎喜爱登山旅游的民众一起感受新北的山林之美。新北市观光旅游局与旅游业者共同规划举办新北登山旅游节，以遇见深山美学为主题，精选9条具代表性的森林古道及郊山健走路线，要带领民众一起走入新北山林。我们希望透过古道、透过步道，甚至透过铁道这些相关的结合，结合在地的农家也好，结合在地的一些非常有特色的一些手作农产品也好，我们希望能够把游客带进到我们这些不管是双溪也好，不管是贡寮也好，这些步道的沿乡小镇。这次推出的9条行程，除了包括目前非常热门的淡蓝古道北路外，今年才陆续完成的淡蓝古道中路也将首度推出套装体验行程。另外还有横跨新北、桃园两市的登山旅游路线。知名旅游粉专的小赖老师表示，每一条路线都非常有特色，像是参光寮古道可以登上东北角第一高峰参光寮山，欣赏海天一线山峰相连的壮阔景色。而淡蓝古道过去杂草丛生，现在经过新北市政府的整理之后，相当值得一游。当时杂草丛生，路基非常的不清楚，然后在这一次新北市政府的大力推广之下，现在的古道非常的宽广平坦好走，而且还保持着非常原始的自然风貌哦。
在九大套装行程中，各有不同的路线和主题，其中在石碇区则以山羊洞和乌土溪步道为游程，规划天然洞穴探险和步道观鱼赏景，并且结合了当地三才灵芝农场，要让游客享用灵芝飨宴和香草茶点等等。而这九大行程从8月14号下午2点起开放报名，限额1000名，有兴趣的民众可以上新北市观光旅游网查询。记者杨邦友、赵芳琪新北市采访报道。接着是波豆台湾围的单元，来看看今天老师要教我们什么有趣的台湾围。欢迎大家做回来学台湾围。今天这个意思是起家，起家有两个意思，第一就是先家立业。咱来看例句，吃鸡会起家，吃酒席生囡仔好有气。起家第二个意思是爹地甲出身。咱来看例句，伊是做塑胶起家。再来是俗语，功夫在手，无论早晚。这是在讲有好的技术，无论什么时阵，拢会当随时动手。个做甲正好，有好技术、好手艺的人，一定会找到有通趁食的头路。广告后是健康1.0的单元，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看球赛干嘛这么累？有了数位录影机，全部可以预约录，精彩画面可以暂停重播，看几次都行，随时可以轻松看。老婆爱看的戏剧也可以整套录哦。有了数位录影机，不怕漏看精彩节目了。快播2917-3939，大新店数位电视。地方人关心地方事，大新店地方新闻每周一至周五晚上7点在地视频道首播。您还可以在大新店官网、脸书粉丝团还有 YouTube 影音平台收看哦。扫描 QR Code 立即收看大新店地方新闻。骨质疏松症是老人家常见的疾病，万一造成骨折，除了影响生活，还有可能导致卧床，引发肺炎、泌尿道感染等症状，让健康状况快速恶化。究竟要如何预防还有治疗骨质疏松症呢？一起来听听医师的建议。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更新医院加医科余恩医师，今天要来谈谈骨质疏松症。那骨质疏松症其实已经成为仅次于心血管疾病，在全球变成第二大的流行病。那为什么骨松这么重要？因为在快速高龄化的社会，尤其是像在台湾，那骨质疏松症也变成老人家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那它会造成主要的影响就是骨折。那一旦骨折之后，其实老人家就很容易有卧床，那卧床之后可能就有肺炎、泌尿道感染等等的症状，后续造成的医疗社会成本的支出非常的可观。根据统计，大概在髋部骨折一年之后，大概有 15% 的病人会在一年内死亡，所以我们应该要提早的针对骨松去做预防跟治疗。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找出可能有骨松的病人呢？一般来讲的话，如果体重越轻或是年纪越大的人，骨质疏松症的风险就越高。那我们也可以借由国际骨质疏松症协会所提供的这个19个
一分钟骨松问卷的问题来去做筛检，那可以在每一个骨质疏松的专科门诊里面拿到。那另外呢，如果我们在平常的理学检查当中，也可以去看我们的肋骨下缘跟我们的骨盆上缘的距离，以及我们头部后面跟墙壁的距离，去评估是不是有腰部或是胸椎的压迫性骨折的可能性。那在诊断方面的话，目前还是以双能量 X 光，也就是 DEXA 作为诊断的黄金的标准。那如果我们的 DEXA 算出来的 T 值小于-2.5 的话，我们就称作这个人有骨质疏松症。那如果是-1到-2.5之间，我们叫做骨质缺乏。如果在-1以上的话，我们称作骨密度为正常。那在骨质疏松症的预防上面呢，除了药物之外，营养的补充也很重要。那我们目前台湾骨质疏松症协会提出的标准是每天要摄取800单位的维他命 D 以及1200毫克的钙。那在一个普遍的调查当中，台湾人平均一天摄取的钙含量大概只有600毫克，所以另外的600毫克，目前国健署的建议，我们每天要摄取至少2份的乳制品，包含牛奶、cheese、优格等等。那在维他命 D 方面的话，除了晒太阳以外，我们其实应该要去检测我们血中的维生素 D 的浓度是否足够。如果不够的话，我们可以藉由饮食、晒太阳或是营养补充品去做补充。那另外，除了饮食的部分以外，在运动的部分，有一些的荷重的运动，比如说重训等等，也可以增加我们的骨质密度。但是因为老人家通常有多重的慢性病跟骨关节方面的疾病，所以在进行运动之前，一定要先请有可以开立运动处方的医师去做评估。那后续也请这个病人拿这个运动处方到合格的健身房型教练去做指导。那在药物治疗的部分的话，常见的比如说双磷酸盐类，大家可能耳熟能详，比如说氟善美等等这类的药物，是目前的大宗。那另外也有一些比较新的药品，比如说单株抗体以及类似激素等等。那因为每一个药物它的适应症以及禁忌症都有所不同，那所以在使用药物之前呢，一定要跟骨质疏松症专科的医师去做讨论，才能针对每个病人的状况去做选择最合适的治疗。以上就是针对骨质疏松症简单的介绍，谢谢大家。接着来看波威要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办高速上网这样才划算，现在申办500 MB 宽频上网加高画质套餐加机上盒买 Video 豪华月租包，每月只要899元，专案详洽2917-3939。HD148 自由选高画质频道组，年约半年缴再享好礼4选1。专案详情请上官网查询或洽客服专线2917-3939。大青年客服 APP 可进行账务服务，障碍报修还可进行节目查询，接收最新优惠专案，还可透过手机进行远端录影，马上下载，轻松又方便。新店区公所8月31日上午9点，在大丰社福馆5楼大礼堂办理新店区猛跑抓周及爬行比赛活动，详情请参阅附件简章。比赛奖项丰富，欢迎家长带着可爱的大小宝宝们参加。若有疑问，请电洽2218-5001分机501。新北市住宅补贴即日起受理申请至8月30日，今年首次开放线上申请，有租金补贴、自购住宅贷款利息补贴及修缮住宅贷款利息，其中租金补贴每户最高4000元，除线上申请，也可以到市府1楼与区公所送件。以上的新闻内容可以扫描画面上的 QR Code 到大新店的 YouTube、脸书粉丝团以及官网上查询点阅。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是赵芳琪，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